累，舒服的天气，可能三度C，但是人有在动就比较不会冷。可是我还是除了劳力士，没有什么名牌是有兴趣的。之前买了一个凡赛斯，一件衣服6万，卖5万都没人要，我就对这些名牌没什么兴趣了。劳力士比较有用，买100万，明天就变150了。旁边的那个椅子上看到有女生在抽大麻，我上网看法国是不合法的啊，就是我看其他人也见怪不怪这样，蛮奇妙的。那些很像黑道的人，就是他都集中在这里。我上网查一下，他说他那个叫做什么？足球流氓的品牌啊，然后有一堆年轻人在里面，看到这样子。包包在背后，小偷都想把你。红色夕阳下的你，美得让人窒息。我真的眼袋照亮整个房间巴黎。看我眼睛，知道我对你没有秘密。人生如戏，但我对你绝对不是演戏。现在这些单子好在你过海关的时候要用，跟日本不一样，日本直接退，这个是你在海关要重办。Thank you， 拜拜。店员蛮呆的。美食街的话，就是有乱七八糟，麦当劳什么都有。蹦累了，可以在旁边的很像美丽华这样休息吃饭。台币750，烟熏鲑鱼披萨，两只手掌大，一杯饮料。很多人走进来看一看，菜单要出去。麦当劳那就大排长龙，麦当劳的价钱可能比较合理吧。它其实是整块整块的。